なんだか昨日から喉が痛いんだけど、それになんかだるい。ちょっと熱測ろうか。はい。東京都に電話するわ。東京都から病院を紹介された。すいません、ちょっと熱があって、ね、喉が痛くて頭が痛くて、あと咳がするんですよ。それでちょっと気分が悪いんで、予約が取れた今日の夜だけ空いてたって。 PCR 検査を受けた。結果は明日出るって。 PCR 検査の結果が出て陽性だって。在日本，阳性的人要选择在家里疗养，或者在指定饭店疗养。我选择了去指定饭店疗养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计程车过来了，接我去饭店。计程车的司机挺危险的吧？我们病人和司机是隔离开的。到了饭店，但是不像饭店的门口，像公示中的样子，很警戒的状态。职员不允许陪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很危险的感染者，要自己找找我的名字的资料。饭店里贴了很多指南信息，首先要测血压。那测血压吧。看起来真的很警戒的状态。我上电梯，电梯里贴了很多注意事项。电梯里也很警戒的状态。这是我要住的房间。这个房间虽小，但是东西齐全，特别干净。桌子上有电话，一天几次，护士给我打电话，要确认我的健康状态。那看看卫生间吧，日常小物也都有，跟普通饭店一样。出来房间，电梯前有微波炉，微波炉旁边放了很多酒精。原来住在这边的人都是确诊者，住在这边的人都是很守规矩呢。我要拿餐食，一天三次有便当。这是便当，一个人拿一个。有矿泉水、茶水，还有蔬菜汁。有味噌汤、咖啡、红茶什么的，都可以拿的。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每天都不一样。我看看进饭店的时候拿的资料，有小吃知识的亲笔信，我读一下，他挺热情的。饭店疗养须知有很多规则，他写从外边的慰问品一天送一次，职员不能陪我们，所以要好好管理自己房间的卡，
教室健康观察表，每天两三次，我们需要报告护士，比如体温、血氧、饱和度，有没有很严重的症状，还有其他新冠病毒信息，会有后遗症。那我们一边看每天的便当，一边介绍在饭店的疗养生活吧。每天早晨七点要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，还有报告各种各样的症状。七点半到九点是早餐，我们要下楼拎便当，还有茶水什么的，还有日常小物。十一点半到下午一点是中餐，我们又要下楼拎便当。下午四点半还要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，还有报告各种各样的症状。下午五点半到下午七点是晚餐，我们就要下楼领便当。每天一两次，护士会给我打电话问诊，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。发症后过十天，疗养时期结束，就可以回家过普通生活。谢谢收看我的影片。